这是阿强，最近他富有的祖父因为交通意外过世了。经过数天的哀愁，是时候收拾心情。虽然阿强知道他的祖父很富有，但是他不知道祖父的投资有多少，在哪里。当阿强去翻查祖父的档案，他发现很多记录都无影无踪。阿强翻箱倒笼，只能在档案中挣扎，惋惜叹气。阿强之后找到了 Asset Cadet。Asset Cadet 可以追踪一个人有多少资产，无论是车子、房子、保险、定期、理财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， Asset Cadet 都可以运筹帷幄。 Asset Cadet 为阿强联络上千家银行、保险公司、股份登记处、股票经纪行以及地产经纪。 Asset Cadet 透过信件、传真、电邮、电话去找出阿强祖父的资产。不到一个星期，阿强收到 Asset Cadet 的一个详细报告。透过报告，阿强可以知道祖父大部分资产的细节，从而继承祖父的巨额财富。阿强因此一富永逸，吃香喝辣。 Asset Cadet 不让遗嘱变遗珠。想了解更多 Asset Cadet 的服务，欢迎浏览 www.assetcadet.com。